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UP 主的频道。那么呢，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的是 UP 主是如何通过每日任务呢，一天就获得50金条啊，日入50黄金。那么你可以看到，我昨天从188黄金升到238的黄金，也就是50根金条。好了，接下来给大家放实况，我是怎么合理分配这些每日任务的。火车上杀死的飞鸟，防守营地，出售羽毛，丧尸，玩家赏金，马背上勒索的话，套住的悬赏目标，找到的硬币，箭头，鸟蛋。那我得先去一趟罗德，然后从罗德去艾玛洛，那就先去罗德吧。我们到了这一边，西古里在这里，西古里。搞定。然后我们现在去艾玛洛。OK。首先呢，我们来到这里，接受一个走私犯人的任务。这里还有个箭头。来，我们可以去做任务了。要打架了。好了，搞定。搞定，我就不收刮了，我要去继续做我的任务。野溪思量酒。Good, yes. Bingo。Now we allow it to mature, huh? 然后呢，我们去喝一杯，喝醉它。来，再来一杯。继续。搞定，喝醉了。里面有5根黄金，来跳舞吧，演奏音乐。Well, thank you. Time for a show. 好，搞定了，不跳了，走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去做另外一个。由于呢，他说是从马背上的，所以说我们，哎呀，点错了，没有关系，目标在最前面。哇哦！我的，一不小心，哇，在右边。过来，然后我松开，再套一次，从马背上套住的闪金目标，再套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好的，黄金已到手，当然，是不是很容易？已遭交送的寻找目标，等一下，啊，对的，没错，在，这个地方。这边有个硬币，过来，这里还有个硬币。0.5的黄金到手，啊，有了有了，搞定了，
差点杀出来。还有人在屋子里，哎，他是怎么穿？收集，我们总共要收集五颗鸟蛋，正好野雁蛋。Bingo， 成上。哎，成上。那么呢，我这个算多少？看看，鸟蛋三个，哦、直接算三个。金条到手，好，接下来我们快速旅行，大概在这个地方有个快速旅行。当然0.5根金条，现在193.28，来，我们去送四辆酒。在前面这个地方停。可以顺利通过了。Bingo， 来20瓶，完美。Retribution shall be visited. Well, that's what they were, and not a penny more. I always have to deal with idiots.首先你可以看到我的每日任务只完成了6个，再完成一个呢，我就可以获得1.5根的金条，然后再抽一根烟呢，我就可以获得0.5根的金条。那么呢，实际上我再抽一根烟呢，就可以同时完成这两项啊挑战，那么呢，我就可以获得1.5加0.5，也就是2根金条。好的，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我有221根金条，然后呢，再来确认一下每日挑战啊。对的，没错，1/7的状态，然后烟呢只抽了4根。当你抽完第4根了之后呢，打开快速加入啊，故事任务待命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打开表情啊，抽雪茄按的不放，按 Y 按的不放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它就会转到一个界面，稍等一下。好，就是在这个界面啊，你就可以松手了。松手之后呢，它还会再转到另外一个界面。哎，就是在这个界面，赶紧打开菜单设定、网络设定，然后断网。每个平台的断网方式都是不一样的，你甚至可以直接拔网线，更方便，对不对？接着再重新上线，回到游戏啊，回到游戏了之后，它会提示与二楼线的连线已中断啊，这个直接点击继续就行了。然后呢，再重新上线，回到地图。回到地图上之后，你会发现你的金条呢多了2根啊，现在是223根金条，是不是很爽？然后呢，我们来确认一下每日任务。
对的，没错啊，这个还是七分之六的状态，抽烟呢还是五分之四的状态。那么呢，我们还可以再刷一次，就重复上述的操作就行了。那么呢，整个流程呢，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，毕竟上个视频大家已经看到过了。那么呢，这次呢，我们就可以一次啊刷两根金条，抽一根烟，两根金条还是很快的，对吧？那么呢，接下来再放两段实况给大家看一下。好的，那么呢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喜欢的话，不妨点个赞，加个订阅，获取最新的《荒野大镖客二：线上攻略》。那么呢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